我从泉州驶向马六甲，在两座城市都可以看到我哦。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跟咱们泉州其实都是世界遗产的城市，而且又是丝绸之路上很重要的两座节点城市。那么我们就以浮船这个主线来串联起来两座城市的一个商贸航海的一个历史。